圣雅各布斯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华铁卢区武力奇乡的一个社区，紧邻华铁卢市北侧。这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地点，门洛派的影响在镇上处处可见，马车和汽车共用道路。门洛派教徒是一个特殊群体，他们大都在200年前来自德国和瑞士交界的地区，是被迫害的清教徒，现在在北美约有20万人。他们至今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惯，最保守的群体拒绝用电，因此没有电话、电灯、电视和一切和电有关的设施。他们至今仍然使用马车。开放一些的群体使用电，开黑色的汽车，但他们都不拒绝和其他群体来往。农贸市场还不是全每天开放的，全年的周四和周六，夏季呢又增加了个周二，挺有意思。今天我们来正好是周六，进去看一下。水果，其实就是中国的蹄呀、赶集呀，可能应该是。这里一些蔬菜，应该是算是批发。好新鲜啊！那蓝莓好大呀 ！Can I help someone else? Big 啊！太便宜了。那个螺丝螺尖哈。这两个才买了。这是就我可以吃了吗？这个就是尾巴猪排，猪蹄儿。现在我们前往 West Montrose。Covered Bridge 廊桥建于1881年，但在1999年进行了重大维修，是电影《廊桥遗梦》的拍摄地。至目前为止，马车和轻型汽车仍然如常通过。带有屋顶的桥梁避免了下雨天让地变得湿滑，会让马儿受惊。同时加上两边护墙及侧壁所安置的灯光，马儿就能安静行驶通过。廊桥横跨 Grand River， 198英尺长。它是安省最后遗留的廊桥，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均来此参观，与这风景如画的廊桥合影留念。这车开动都能感觉到这个震动。